心里的跟我交往。对，他不紧张啊。紧张什么？反正这小子只是三分钟热度而已，是不是？你的感情路还很顺，与其去追求那永远不回头看你的自大，还不如跟我来个快乐的青春合作。告诉你，你就去跟那个无辜的来啊，这样我们可以反面他，来刺激一下哥哥。怎么这么傻？他们说没有价值，说就能牺牲自己，他不会珍惜。每周日晚间十点，恶作剧之吻。